你跟你哥哥去呗，去拿快递去，去吧，去玩去吧。他上回还在我那还是个小，还小朋友呢，就长大了，你说多快？你说现在多多住去哪儿，你们都还就是不是你，就是他妈妈跟着。啊，这次那现在就再过两三年，他也就自己出来。跟小哥哥出去玩去了。对，跟小哥哥。你信不信我一镰刀把这小哥给他弄死？哎呀，跟着我、啊、没这必要是吧？让人玩会儿，没这必要，没这必要。对，这俩小哥哥是好小哥哥。情绪不好，忽然情绪不好，忽然心情不好。你这不行啊！你这心态，你将来多多肯定有他的社交圈。师弟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我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千万不要像刚才我们先把镰刀放下再说这段。我真实的不是这样的啊，要支持孩子们，让他们有自己的空间，对他们最好的爱就是放手。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只有父母对孩子。好，演完了，做回自己。有，我必须砍点什么，我不会放过鹏鹏的。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都不支持。